用二十块，别你话这两百块好，两百块青菜啦 ，OK， 别别得啦，来两百，这位十块哦，来两百块，哎，这个十块，我你来。中共你准备买十只送十只，都杀好了，很新鲜，用煎的就好了。来，小姐要好，很快，来冷饭过来，爸，一下杯冷饭五块条，来爸，进来冷饭，二三百杯就来，总共二十条就对了啦，很新鲜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来冷饭过来，爸，一下，来两百块来，够冷杯条吧？掏钱，我来一收起来，冷饭过来，够冷杯杯条，看几年啊？来十一，来十五，前面没有拿到。来十号，来二十，来两百块来吧，一样都三百块钱开始啊，三百钱啊，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得买十只送十只哦，天哦，一共就送你去你了，来吧，一样两百块来，够两百关掉不？纯粹阿一收，袂卡紧嘞，买十送十，欢喜得啦，袂玩得啦。来冷饭块真的很新鲜，你回去干煎就好了。哦，你这边最小块葱姐的、蒜姐的，来冷饭块，都有三百杯了，八千贵呀！来贵，当做不完的。来，你都没还那个呢？后面两样都能点。哦，加定煎呢？来什么东西？那边都能点。那我们点了，来贵，当小贵来。来，想要加贵也要一千块，好不好？要要千块，我大家拢走了了。快讲啊！冰箱哦，大家拢啊，都无啥路通冰物件的啦，唔免一千啊啦，只啊摕两袋等于真啦，好不好？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来五百块啊，乐三条冰啦，来五百块，刚才买的还在吗？不在了哈，再多一片四片给你，不用八百了，来五百块，只有掏钱人给蛋子，四袋袂恁八百，袂恁七啊五七百块，来五百块只有一个蛋子，搁上一袋，蛋子搁上一袋，啊这袂哈，来五百块来，好，搁上一袋，冰格好哩。热冰的啊，好，可以走啊！他都还没过瘾，拍死啊！他都还没上电视嘞，等下我播上。来，赶快，我得要你，来五百块来鲑鱼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现在鲑鱼涨价了，不可能这样卖你。我就来五百块，一个人拿五片，真的是用煎的就好了。来，我把公布了，我没得保，鲑鱼弄来啊，我去买啊，我去买了，我把公布弄出鲑鱼，我刚叫的呀，我跟他说吧，来鲑鱼都买到了哈，来谢谢，还要吃干贝二来。来干杯！啊，搁要吃啥味？金贡，金贡。干杯，干杯，叔哦。哦，红的哦，红的。我等你，我阿妹来沾的，我得沾。再跟我讲。等我有时间来沾的，好不好？哎 ，Hello， 哦，阿姐是少年的李安呢。那无关，等我跟你合照一张，免费。诶，我一包来一张，收八百。然后要吃干杯来，一克啊半斤，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来三百块完。盐干贝用煎的，用烤的，用炒的，煮汤随便你煮。来三百块，这一盒卖你，这一盒送给你。来三百，两盒一斤重。来三百块，这两盒两给你。来盐干贝被煎饱，被汉堡。来三百块，妹妹要来。来三百块，干贝来，最后一个人给不好，后面没有了。三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两盒不是一盒。来三百块都有了哈，啊谢谢，来干贝收来。干贝收存几克啊？两盒啊？哎，两个人给你来，七百块了，一百块来，好没有了。来两个客人买下了。来一个人一样二十五颗给他们了，好来，还要吃飞机牌，赶快！哎，看够飞机牌，我唔是未了啊。哎呀，我当初我未了，来，无买着，今日一百块都。足久无看啊，因为伊起价啦，我本来起价，你放心，来一百块马上给你了，来一百块。三个。三个而已啊，哎，够两个人给好不好？分脚背的一百。这两个人等下来，我十袋给你，一百块，最后一个飞机牌一百，一个人十片给你哦，一百块。龙威啊，来几百块，我给你包了，我不挂球了吧？来干贝酥两个客人，花枝牌五个客人，来阿要吃天使龙虾来，海白虾嘛来，哦，拢总啊是计安全起来话来，来有人要吃大虾无？天使龙虾这青哦，这米色哦，青哦，你们看你喺车顶在白啊？哎，加油站是做红的。然后要吃天使龙虾，这里两公斤，台斤是三台斤多哦，三斤瓜三斤起。然后要吃天使龙虾，这样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来三百块都三百块，你等钱，等下吼，我教你安怎煮，内煎加内烘这两步都，剩下内炊内晒你拢唔好饲，俾我分饲了啊，用烘用真个上好食，来免五百四百三百，一半恁三个人个食，一个食斤瓜无，来三百块都天使龙虾有人要吃无？来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块个咧可乐哦。都几克啊？天使龙虾，安尼变完了无？我系讲较济人买，我当做白虾啊卖恁倒，但是我等下白虾啊你嘛爱买哦。
人要坐了，我唔好要白虾哦，袂使安尼哦。白虾会当杀，这袂使杀哦。这青个讲一摆啊，内行内真两波头。我当作白虾，佫无人要等着我。没有。一盘同款三个，一个食金我来两百块完。天使红香来两百块来，我不可能喊两百块了，不用看了。来两百块，条条要变好哩呢。来要食天使红香，一个金我六百块呀，我卖恁两百块爱可乐哦。三个客人，最后两位天使龙虾，我不肯换两百，你免等了，好不好？我肯每天两百块呢。来两百块，个人要吃天使龙虾，后边个有来，一盘先分，三个人给搞发发来了。来，啊，今日欠人足侪物件吼，来，我先卖桌面好啊，来，来要吃蒜鱼，搁偌济？来，啊要吃蒜鱼的来了，这边啦，蒜鱼刚刚全部盖齐了不？非常爽。那个过下班了，挂掉毛啊！来，我们吃蒜鱼的来，我吃我吃。水当当，最真最脆，正蒜鱼，无大块，但是足饱，超好的。来两片就要三百多块了，来要吃开一千块八百块，来四点六百，来五百块，就这要蒜鱼来，应该是三个人个尔，有要吃蒜鱼的五百块，我呢这个搁请你，无得哦你，头家走啊，我输你搁掏上一点，来六块，来五百块呢。一片鳕鱼不到一百块了，能够赚啊！今天我都没玩呢。来，我爸过来，鳕鱼五百块，来三片，来四片、五片，来六片给你。来，蒜鱼我爸个人要蒸蒜鱼堡，对，吹对，蒸对，这样求。来，最后两位老鳕鱼五百块来，来三袋、四袋、五袋哦，来赶快六袋哦，一袋全部一百块来，帅哥们来见。来，鳕鱼五百块，安尼无啊？三百一种，有大有，但是我叫你看哈，来五百块无啊？要蒜鱼啦。啊，你讲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卡我问看伊有用无？没用，我走了。两百的。大大的给那个帅哥没关系。我要鱼肚。来，有要吃干贝酥来，什么人的来？直接来，大来你也来。来好，阿哥要吃哪？鱼肚要，鱼肚好来。来，阿哥下班来。来，要吃下巴的动作快来，哥一下巴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弟弟，这个哥哥，弟弟啊，哥哥，我往这儿去带啊。你食过虾泡水无？真正水的，一包五百公斤，两包一公斤，你蒸落去五百块外，你过虾泡够偌济啊？你叫咩？你敢猜够偌济？我变好玩了无？你两包一公斤，人袂死啊！我卖你五百，赚你五十块，袂好嘢啦。但是足好食，内行内蒸，吼，啊，内猪皮酥嘛足赞的。今天猪皮酥上好食，好食啊！稍微吃下巴咬手，五百块我都一包慢卖啊，多少钱？来五百，这样给三包等于行等于蒸，一包行一包蒸一包猪皮手抓好，五百块都来，小姐妹来，龟下巴五百块来，一只龟才一个下巴而已，你以为下巴很多可以卖你吗？来了，你两包个上一包啊，来五百块，我来要吃下巴吧，来五百块来，哇，啊差不多要赚钱花呢，而且下巴五百买袂到三包呢。来，叫姐妹来，五百块来。有人要吃无？要吃，我搁送一包你。米特拜，来给你五百。好。也无人要饮酒啊，算你呢，我大刀。他们嘛叫姐妹，五百块。哇，这下巴太漂亮了。来，我问一下，喜欢吃下巴的举手。一包瑞珍，一包瑞香，一包瑞猪皮爽，讲真诶啦，无可能较俗啊。这两三十五个人可以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来三百块啊！你三百块来，一千五百公克，来三百块，九桃姐妹来，来三百块，这个真的不会买哦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你下巴无俗诶，我袂你安尼搁咧看哦。来三百块拢来啊！下巴第二摆啊，哇，袂甲欠袂，恁大家讨，我就真正个下巴撕开，我来讲，啊撕开，来鱼肚来，来物件先发一下，我来画鱼肚来。来要吃石目鱼肚的很漂亮，不起啊！看我姐啊，她先换名片来。来，这是花枝牌。来，飞机牌来，大姐来，来来，飞机牌三妹来。来花枝牌，来笑脸的帅哥来。哥姐，人给两百三妹加一百块，存一包两盒，一百块花枝牌。好来，大哥要来。啊，我列边的大哥边。有，来，慢走哦，慢走哦。我是惊你等伤久，所以虾先无恁来，你天使龙虾来，来三个客人，来个几位来，用真个刀啊！
来鱼都唔免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完。一条来百一啦，两条你来三百块，三条你来三百块，一条百一呢。这两条搁请你买只，较紧的后边存无只，来三百块给我了。五片给你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多，来三百了，一个五条哩。在日本就对了。好吃的，搁好价搁低，来五条哩，唔免五百，来三百了。苏木鱼都，彭彭买到了吗？哎，赶快啦，人拢买两份啦，你搁别买哦，三百多，来三百块，个人要吃无？来，我的炸猪快来，啊，我迄个炸鸡腿拢好完啦，鸡腿拢起来啦，唔可能爱食迄个款啦。来啦，我袂让恁看嘛，来，来鸡腿先买啦，啊，炸猪快嘛好完啦，来，乌龙没有？几块哦？来抓饼哦。一斤做的哦，哦，一斤做的。鸡腿你还袂买着，莫走啦，鸡腿来啊。鸡腿足少有诶，足少欠，足包欠卖。这一包十斤，差不多两斤。老要食，开五百，开四百，要食七包。乌龙诶炸鸡腿，这叔叔遐咧钱，一斤就爱六十嘛，这十斤卖六百，卖四百，卖三百咯，三百块一人一包。真辣炸鸡腿，啥物食？一人一包两百咯。两百块来，我白白白来，给对，冷巴锅做汤做掉，真的很香，很好吃哦。里面有十只，两百块不是六百块，来冷巴最后一包炸鸡腿，够了没？吃饱来冷巴，给对冷巴锅拢做咩来啊？来给对两家不来吃，来葱抓饼来一包1500克冷巴锅的，真的好吃，里面有十片来一百块得了，我白白白了。两包抓饼一百块来，真的很好吃，我们家抓饼。来一百块，而且里面有十片哦。来一百块，够了，没买了不？葱抓饼，通通有了哈。来，谢谢。你这摆你看还往卡吹，卡车是吧？还是卡船啊？你开船啊？不贵的，未去看成我哩。来，这三包乌椒麻油也要开出来。来，这三包鱼子沙拉上面加还三百，日本。日本的哦，这里风景看北欧鱼子沙拉，三包三包两包，来七百块，几来杯喽？有鱿鱼饺，来多少杯了？按照价得啊，没做啊，这样就不这样了。如果配上加拢麻烦，来留意卡切品钱麻烦。来要吃迄个盐酥鸡，恁一般拢吃盐酥鸡了没有？这是盐酥鸡哦，这是盐酥鸡对吧？多只。气炸里脊啦，一本食名叫气炸里脊，多是一个人起来讨食，讲盐酥鸡奇怪，啊猪肉，啊盐酥鸡，好来盐酥鸡来，多只，超好吃的，来一人一包一公斤，卖400，卖350，300块来，300块来，气炸里脊炸猪块，来大家，哎呦，这真正好食，你想久无来，你无变着，真正做好食，第二个，这样买一包试食看卖，一公斤哦。我全部几包，这样一包来两包啊，200块来，你吃着绝对会去转来去。来200块来，气炸你，气炸猪块，啊，这蛮买着无？盐酥鸡的。你蛮买着哦，来200块，安尼你蛮吃久无出来买啊吼。来200块来，气炸你，气炸猪块，这过年前两礼拜就有啊。哦，啊过年后今要无回啊，来200块再来哦。来200块，真的很好吃，你要煎一煎，炸一炸，气炸锅，囤一下，真正好吃。这个我有吃过，但是爱加买两包啊，这里面无货啊。来200块有啦，他也无货，一包卖300啦，200是不可能啊，拢有啊吼。来，谢谢。来，阿要吃这个，大多讲咩啦？好来，由于卡切片千八，对吧？我这无几块啊，我这有几支卡，阿要切片的千八。昨天做好食，比几块较甜，而且这一公斤足的，爱卖四百300块啊，300块会剩几包啊？还够有？够有哦，还袂卖好不好？头家走啊，时间也无早，一包300你买无？日本都没办法出去玩。要他煮好，要炒，他说他现在在日本都没办法出去玩。煮汤煮满青菜，你煮得好食，一包一公斤卖400，我卖你300，我少啊，一包偌请你，来300块。每一包上一包，来300块了，两公斤而已。来300块，真的好吃。第一轮没超车，价格比他口比小哥还低。来300块，买一包送一包啦，随便的啦，时间不早了啦哈。来300块来，每你一包，上你一包，我这帅哥两百八贵啊。来300块了，今日叫伊开七片钱嘛，全部我借哦，卖完就无啊。来300块来，赶快。这边卖完了，这边卖完了，这样呢卖一包上一包，足紧就卖完了。来300块来，一包够，赶快300块了，唔免600。来300了，留一卡，七片千八不挨啊。来300块，最后两包，有人无买了无？300块，小家庭有无？我存两包尔，有小家庭吃不完呢。来300块完了。300块。小家庭买买300，你无我意思哦。
来，这个贵兄，春季兄来啊、哦，白大哥买了吗？避风塘续线，熟的，加热就好了，非常好吃，一克要百块，餐厅的名菜。避风塘就是甘肃的意思啦。哦，伊这已经熟啦，你回去加热就好了。来两克也免五百四百三，来两百块完了，200块来，春节来卖啦，我变平完了不？来200块来。米色太米色白上我来，讲水果头了，伊也应该叫起吧？好，应该叫起。来，天晴晴，地灵灵，拜请来，今日去搞叫白大哥起来，来200块了，三克啊，四啊五，啊，我来大走落啊，走，好呀，伊这无买着呢，伊拢上爱我卖这新的物件，三克啊，四啊五卖200，真的好吃，而且这是餐厅的在用的东西，不是在这边看得到的东西，一克啊个啥？来200块，四克啊，你等于借来200块来，袂经验上啊。来四克你200了，真的啦，这个真的不便宜啊！我卖你4盒600块，我不卖，我卖你200而已。来200块来，避风塘续线，够人要吃看卖无？这你要吃看卖，你要开过2000块呢，去餐厅吃呢。我唔免呢，我四克唔免600，来200块得，200块来。最后2个客人的避风塘续线，真的很好吃，餐厅的名菜，来200块都买到了哈。你还没有买？这个可以买，这些呢？就这条，你看这样哦，来200块避风塘续线，来200块来，今天多少哩？多少哩？无变，这会使啦，这不是刚配烧酒好了，这配粉汤会使，真正好吃。来200块，我来滴滴今天百倍，今天百倍正来搞杯酒呢，又不管。我相信一个一天两天的吃，能买个咩？真的啊，来200块来，你不要搞价啦，可以啦。我这行李这200几单啊嘞。不啦，二十几单，200几单个烤鸭，来200块拢完哈。哦，人客遇到什么情形，我大概拢了解啦。哦，来拢完哈，来谢谢。啊，你若感情未输买，未输呢买单来催我。我当天拜拜啊，但是啊喊查某诶，查甫我就管好啦，查某太衰啦。阿再博水饺，阿再博一下，来看好，今天就是阿再博。这水饺有够好食，啊！这一包15粒，要喜欢张毅买水饺，一只4块半，我险啊惊死，吓死宝宝了。一只4块半，4块半，我买60粒270块，等于险啊挂出来。讲阮家有水饺，要走出去买水饺。而且这一包45粒，我拿4块，我准4块好啦，我买准4块半，准4块，你家等于杀好不好？45粒爱卖180块。800一包，唔免800，要几包经过吼？我袂花，人就赚300块而已。恁个烤炉哦，来一包都，真正好食，真的好吃。这是高丽菜猪肉的，来100块俩，高丽菜猪肉水饺一颗，一包45颗，100块俩。嗯，人家是拢搞水饺转啊，我不爱给你们，100块俩。海产其实吼占一半量尔，其他拢是水饺啦、猪排啦、鸡排之类的啦。我规拢卖海产，你莫讲你看啊笑的，我就袂了笑的。来托特来，我要食海产呀！来托特来，是无？无啊，纯德明一般托特也无啊，拢无会啊。来，我要食500块啊！你讲这细点的笑，今天都会。去北海道不就比较下雪吗？贵呢，来500块来，来两块四条，你三条你啦。啊好啦好啦，四条，靠空姐先给你。来500块了，星期一个人去吃托特来，有人要吃托特吗？来500块了，少一个人去吃来500了，土托鱼500块，有没有吃土托鱼？五百，这托特500实在伤俗啊！讲正经的，来石头姐妹，哎，大妞，敏感你哦，有人要吃托特无 ？Hello， 他多少买托特？走未？他多少买？走啊！我嘛未使安尼做，来少结单钱来500块，最后一道话托特得。阿卡你来呢？我一天请呀，来500块了。去北海道就是要遇到下雪、啊。500块吧，银子啊！来，上面那边蛋饺啊，我搁上一条哩。500块来，好的。500块，没那边银子啊。好啦好啦，收起来啊。大个要阿烹调哦，好来，感谢我大个啦。我搁上一条哩。多少来没啊？变好了呐，哥才多少上去点哦，刚才没有送这一块哦，来500块，一个鲑鱼才200哦，
土特五百，搁送你几下号号白号，绝对白号。来五百块，最后三个人结束啊，就来你买。来五百块呢，最后三个可能，买三百买买。